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，一起来读创世纪。祝福你今天，当你打开圣经，当你打开你的手机里面的这些有关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些程式的时候，你读到神的话，今天神有话给你。我在读创世纪，看到利百加的身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进入一个很蒙福的婚姻，可她身上真的有好多很好的条件。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，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，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，她会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而接下来呢，她也是一个勇敢的人。当整件事情的发展到最后，在利百加的身上，他要做一个决定，因为那个老主人要把他，老仆人要把他带回到他的主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去。换句话说，利百加恐怕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人了，离开他的哥哥，离开他的母亲，离开他的家人，然后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。那我到底要不要跨出这一步呢？我想对很多人而言，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，心里面总是七上八下。我想，哦，要去吗？好像上帝是有这样的带领，上帝的那个带领好像蛮清楚的，可是又觉得哇，要跑到那么远去。哥哥们就说，利百加，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他们本来想留利百加多一点时间，而那个老仆人说，你不要耽误我，你赶快让我把能够回去去就回复命令，因为我是来这个替主人做这件事情的，我要回去去交账。那到底是马上去还是再多住一会儿？哥哥说，你自己决定。利百加说，我去。当你清楚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，当你清楚这是神要你做的事，接下来你愿不愿意勇敢的就跨出去了？我在预备今天这一集信息的时候，这个短短的信息我里面有一些感动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其实你已经越来越清楚知道神要你怎么做，但是接下来不是说主啊你再清楚，主啊你再清楚一点，主对你说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，接下来是你要不要勇敢地跨出去。当你勇敢地跨出去，你就会进到上帝对你生命里面的那个命定和祝福里面。问题是你要不要勇敢地跨出去呢？利百加这一跨出去当然要付代价，他要离开他很习惯的环境，离开那个很安逸很舒适的环境，离开他的原生家庭，也许离他的家庭当中爸爸妈妈很疼他，哥哥们很疼他，他要离开的那些东西是要付代价的。但是觉得今天主仍然对你说，当你清楚知道什么是神要你做的，接下来是你的决定，你要不要勇敢地跨出去呢？求神帮助你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当你勇敢地跨出去，你就进到上帝对你人生的命定的祝福里。想不通，很多事想不通，闭上眼，没什么好失落。拜托。